捐赠仪式开始。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捐赠给云林生脏协会的一部富康的这个算是小巴士啊。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捐赠，能够帮助到偏乡地区的这些大众，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生活行动方便。希望用这样小小的心意抛砖引玉，对，抛砖引玉，让更多人也一起来把这个小善变大善。是的，其实小捐大捐都是捐，小善大善都是善，小爱大爱都是爱。我觉得只要这个社会有爱有善的存在，就会处处有温暖。有温暖可以让孩子们平安快乐的长大，然后将来长大之后成为社会上有用的栋梁，然后可以利益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让我们的社会就是非常的温馨美好。遇险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而且很幸福了哈，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善心的朋友呢，给我们很多的帮忙。把我们车的钥匙先捐赠给我们县长，再由县长转赠给我们北港协会的市长刘淑云，颁发我们的感谢状，感谢他们爱心的付出，关怀无碍哈，谢谢。宇阳爱心巴士，然后我特别用了我们财团法人台北市宇阳慈善基金会的这个 logo 放在这里，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云林的女儿离乡背井到台北奋斗，也有一份小小的公益的成就来献给我们的家乡。